华南河里面有虾，有鸡肉片，有青菜，应该是鱿鱼吧，还有这个鱼豆腐，来尝一下。这个河粉的软烂程度刚好，然后也有锅气，这个汤也不错，甜咸适中吧。还有这个虾仁，嗯，还比较新鲜，比较弹牙，很鲜甜。这个华南河做的还比较好，下面尝一下这个鸡翅啊，外面已经微焦了，但是里面的肉还是很嫩，而且很多的汁，咸蛋也很好。这其实还炸的还是比较符合我口味的，嗯，好吃。这个红肉汤煮的还是比较清淡的，没有我想象中的这么甜。这个除了有红豆，还有一个这个像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，还是比较清淡的，比较好喝的。吃完了，黄盘行动，点评一下这个餐厅吧。它没有非常的有特点，也没有让我很惊艳的菜，但是它每一道菜做的都不差，反正至少不会踩雷。如果和朋友来吃个便饭，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啊，还有就是。价格方面，这家餐厅也算是在市中心，然后根据它的菜品啊、装修啊，然后再配上它的价格，也算是性价比比较高了。OK， 这就是今天的视频。